在表现的风格上面，我就是用版画。版画建立在我自己可能30年来做的一些表现，人家会就说：“哎，荷花人就是做版画，而且是鸟版画。”现在这边有一个大冠鸠在这里繁殖，然后我还没有找到它的巢位，但是知道它在那边送食物回来的时候它会叫。每次到那边去看的话，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四季的一些那个猛禽在这边活动，很舒服。昨天还可以看到那个雪山上面下雪，他找我弟弟来，因为他的电眼现在比我厉害了。春天对鸟和鸟人来说都是忙碌的季节，山林中的鹰忙着寻觅对象繁衍下一代，鸟人则忙着观测他们的动态。清明时节前后，还有北返路过台湾的赤腹鹰、灰面鸠偶然一群群出现。又上去，就这里啊！哦，好好好，有。在野外看到的那个一瞬间的那种画面啊，就会把它做成版画。那如果是长期的那个观察的话，就会想累积之后呢，会弄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的那个。构想出来。猛禽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在那个版画上面、行为上面，它体型比较大，好，那它的一些在局部的表现上面，啊，它的东西会比较丰富一点。将鸟类作为创作题材的艺术家很多，但很少人像荷花人只专注画鸟、刻鸟一刻30年。如今他的名字已经和木刻鸟版画画上等号。之所以踏进赏鸟的大门，其实是受到另一位鸟人作家刘克襄的影响。我的对面就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那荷花人就在里面上班。副刊的贴板的时候，贴到我文章的时候，他当然对这种鸟类文章他也有兴趣。那看到我还在继续在那边看鸟，他就问我去哪里看鸟啊，望远镜买的是哪一种品牌啦，东问西问。那突然间有一天，他就问我说，我们两个是不是要不要住在一起？我说为什么？他说想要跟我去看鸟。晚上编报纸，白天就尽情往荒野探索。一个用文字书写自然，一个则用画笔描绘蜚语。那刘克襄跟我住同一个出租的一个。一层楼这样子，然后他每天大概下午，他如果没事的话，他就会在我的门口敲我的门口，然后跟我讲说：“刘翔，伊讲啊，你听看麦啊，我今仔早起写了一首诗啊，那我你先听听看。”他就在门口朗读他的诗作这样子，那时候都是一些那个革命青年混青的一些那个诗作这样子。有一天他就突然跟我讲，中国时报这工作他不想要，美术编辑他不想画了，做了。他想去六龟，因为六龟的林氏所的主任金龙彪先生要他去。
那他也觉得应该去，为什么？因为在台北他找到标本，只有死的标本，那标本就不够多，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双人组就分散了。在笔筒树下面有两只这个小枭在那里这边玩啊，所以这边是一个草原树林，这边是溪流的那个意象啊，所以我会把这个溪流的部分呢先把它调出来。回来回去的，就是要找一些比较好下刀的切入点。有时候很像这个，就没有办法那个着力，所以一定要再换一个地方。应该是八一九八七报禁解除，我从副刊主编呢转任这个《智利晚报》的总编辑，也就是要掌管所有的新闻啊。那报社呢，这个时候也需要很多人，所以我就先挖了刘克湘到《智利早报》啊担任副刊的主编。那华人呢，这个阶段呢，我跟克湘说，我们应该也把他找来。所以后来呢，华人经过考虑以后就到了智利。他当时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带一个木刻的版画过来啊，我不晓得他喜欢版画啊，后来听说是这个阶段他开始学习版画。一张比较精密的一个鸟类的绘图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啊，然后再来，你要想过说，你现在眼力这样可以，可是可能过20年之后，你的眼力也不行了，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精密的东西。可是版画就没有这样的，版画其实我现在可以刻很精准的版画，我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比较 rough 一点，然后印象的一个构图。绘画的东西就是要有一个自由度，不能说哦你把自己绑死，不要想说哦我一定要这样的风格一直呈现下去，这样就有一点僵。然后，尤其是我的题目是鸟，那应该是要有自由度。1992年，在被誉为台湾版画之父的艺术家廖修平引荐下，和华人举办了第一次的个展。廖老师知道我做版画，然后看过我的作品，然后他也没有讲什么，他就跟那个画廊经理就是说，哎，那个报社有一个荷花人，你跟他联络，找他来我们那个沙龙做展览。这个机缘很好玩，我不是他教的学生，可是他觉得，哎，他。我的做法跟他教出来的学生都不一样，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做那个监运啊，那我是做就是传统的水印版画，
他觉得哎，这好像他可能心里想，台湾有一个这个还是这种做传统的那个也应该也不错了，嗯。后来就去他们那边开展览。前辈的提携和肯定，让何华人更加笃定离开报社，当个全职赏鸟、画鸟的人。几年后，更从台北移居宜兰，让生活更贴近大自然的四时脉动。我们有在他的脚上面做计划、目标，这一群里面慢慢找，可能会找到那个上标的。他们在移动的时候，那个走来走去很好用，很好玩。但在台湾700多种野鸟中，荷花人还是独钟猛禽。台湾的山鸟里面都小小的，啊，那我磕完之后就觉得这个看起来其实还有磕过了，但是跟猛禽来比的话，我觉得猛禽上就是在过作体作品上面比较能够可以发挥的空间比较大一点，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磕猛禽。本来什么鸟都磕，磕到后来就什么鸟都尽量不磕，等花都在做猫头鹰或是鹰这样，然后对它的生态也比较深入的去研究它。1994年，荷花人和一群鸟友共同成立了台湾猛禽研究会，希望将鸟人们对猛禽的痴狂汇集转化成为促进生态保育与研究的能量。那猛禽其实是在生态系里面，它是一个高级的消费者，那它其实主宰了整个生态系的平衡。那有猛禽的存在代表说这个生态系是一个完整健康的生态系，所以它其实是具有一个生态指标的地位。那它会选择猛禽当它创作的来源，其实是源自于它对这片土地其实有一些很棒的想象。那它希望说借由它创作的这个过程，能够让更多人去了解这样一块东西。盗猎、农药滥用、栖地破坏，种种问题都威胁着猛禽的处境。荷花人一边推动研究会运作，一边持续创作，也策划生态纪录片，用不同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对猛禽的关注。我们是小小的，小小也没有想要把它做大，可是一直到后来，因为我们在做什么，做老鹰响会之后，这个电影之后，人家才社会大众才真的认识。他本来想说鸟会应该就是台北鸟会各地的鸟会，没有想说还有一个专门在看老鹰的在做猛禽的那个组织。2015年，荷花人和专长拍摄鸟类生态的导演梁杰德合作，推出以老鹰先生沈振中为主角的纪录片《老鹰想飞》。不仅引发热烈回响，更吸引许多企业以实质行动支持老鹰保育工作，到全台推动校园巡演。荷花人为濒危的老鹰拼出了一线生机，但他自己却遭遇了人生的劫难。其实在那个之前，发病之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还在看鸟啊，然后去看到那个蜂鹰在筑巢啊。7月30号，那个我观察这个巢已经离巢了，要离巢了，然后刚好台风要来了，台风来我就把东西拆一拆，然后就去回到家里面去整理一下环境，等准备。我准备那个台风要来，然后8月1号台风没有来，没有过来，但是8月1号我要去上课，都很正常。可是
开自己开车开到那个集合的地方，集合的地方，然后就突然间跟另外一个老师在打招呼的时候，发现话讲不出来。他到医院检查，这才发现脑中已经长了7公分大的肿瘤。他们已经看到那个指数了，他们已经指数看到了，然后他们说这个已经是第4期的末期了。他就说就跟我讲说，大概开了之后也顶多是一年半就可以，还是要走，他是还要走。那这样子，我就在医院里面就想说啊，还有剩下开了还有一年半，当在这一个大概15天里面，那个肢体啊，什么东西啊，就会变化很快。难怪他们讲说一年半，他们讲说没有开的话，大概差不多半年就一定瘫痪，已经瘫痪。就在病房里面，这个大概差不多15天嘛，检查到开刀，然后再回来的15天，就画了一些就是让自己心里能平静下来的一些小消，那时候就这样出来了。那其实那个就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触觉，那触觉就是在生病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生命里面的东西，连结里头，然后看到，自己突然间看到了，而且更深入的看到自己的生命体。透过画画复健，手渐渐恢复力气，他接着重拾雕刻刀，一点一滴奇迹似的复原。我的语言就是还没有恢复，没办法像以前这样子讲话上课了。后来就是他讲话都是大舌头，然后甚至是看到这个字念不出来，然后他们也是做了2次的那个语言的训练，就是叫我念我自己的绘本。现在这个那个指头是没有知觉的，就没有肢体。那时候从一开始到现在，他都没有知觉。那我都是要用一种杠杆的原因，就是吃或者画什么东西。2019年、2020年，他连续出版绘本《哇，公园有音》《风中有音》。做了那个《公园有音》之后，然后就开始要计划做展览。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突然间有那个，所以要时间不能浪费，就是认真的去计划每一年的工作。2020年秋天，何华人正在筹备个展，恰逢赤腹鹰向南迁徙的时刻，他放下手边工作，和鸟友们到台东赏鹰，途中又引发新的创作灵感。这三八五的，这手机拍，看着整群那个赤腹鹰飞过那个月亮，然后他看四周的景物，后来。我们其实不知道他那时候脑袋瓜在想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要创作那个赤腹鹰。”我说：“不对吧？你现在你画展是11月底，然后现在应该是要把你过去的画，过去刻的板子哦，你要把它印出来。不要往前啊，你就往前，你手歪可以啦。你我这边会，你不用指导我啦，你把字印弄好就好。”那时候我弟弟跟妹妹都在帮我印画，他说展览都来不及了，你要有新的东西，而且都是大的。我说这样展览才有看头了。
九月是赤福音，十月是灰面狂鹰。那他觉得既然他有这个感动，他就希望再刻灰面鸠。我说那你要怎么刻？因为你其实没有时间再去垦丁了。他说没关系，他脑海里有。他就跟我形容他要刻黄昏，然后满洲的山上，然后有一群灰面鸠在那边飞。那黄昏的阳光照过来，灰面鸠身体就会呈现是红色的。赤福音在这里打转，啊，你看，歪了，啊，就是是一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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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常讲说，我的画里面其实不是单独的，就是版画而已。版画其实那个是运用而已。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讲说，我在看的是生态保育啊，跟鸟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很想说，把那个台湾的那些猛禽啊，像大鹳啊、林雕啦、雄鹰啦。做成一本一本的那个，用版画去做，然后做一本一本的那个故事，就介绍这个物种，台湾的物种，这样的想法啦。那什么时候会完成也不知道。不管人世间如何变化，自然的节奏总是如常运转。所以现在我在那边走，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去画什么东西干，就是平常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猛禽过来，那我就在那边坐着啊，站着，然后拍。时间到了，鹰群就会再来。面对人生的无常，他在自然的更迭中找到了生命的定锚。